韩红英因为出生时脑部受伤，造成行动不便。此次志工经过几番联系，要带她前往北京动手术。这是你人生的转折，你可得把握好时间，知道吧？姐姐说，我害怕吗？紧张吗？一点都不紧张，因为我知道你们在后面为我做出这么努力，这点勇敢我还是有的。韩妈妈始终觉得志工身影眼熟，拿出6-7年前的物资发放单，原来和瓷器早已结缘。一袋白面，一袋大米，还有那盐，春意盎然的景象充满希望氛围。韩红英也换上新衣，在志工们的陪伴下启程前往北京。 经过3小时车程，北京志工已在医院守候。手术前，志工的鼓励更增信心。我也许不是像别人喊一样，一开始就会走，但是我要努力和后天的努力来让自己正常。 手术相当成功，韩红英的手指动作更灵活，也能稍微控制腿部。爱的激励改变命运，韩妈妈流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。18年没效果了，18年效果。大爱新闻，真善美，志工王靖龙综合报道。